2020-920 的谐音就是爱你爱你就爱你。花莲县政府为了鼓励适婚男女结婚生子，20号举办了花莲真幸福产子好育手活动。只要在这一天到花莲县内任何一个户政事务所办理登记结婚，就赠送每对新人好运幸福育手以及助孕金产子。一共有88对的新婚夫妻报名登记，共同见证了幸福的时刻。2020-920谐音爱你爱你就爱你，为了让新婚夫妻能在这特别的日子留下美好的甜蜜回忆，花莲县各乡镇户政事务所假日服务不打烊，20日举行花莲真幸福产子好育手活动，希望借由9月20日即将登记日及致证仪式，提升本县结婚率及生育率。我们很多的教育政策，这都是全国没有了，我们最希望就是帮我们的新手的父母还有年轻的父母减轻他的经济压力和负担，让他可以为他的人生不断的努力打拼。在这里真为要谢谢今天全县我们所有13乡镇的户所，在今天多少2020-920这一天的日子里面，要发给大家好运精彩，希望大家好运到为台湾争口气，为中华民国赶快来增加我们的国力，因为这是我们的爱国心的表现，更是我们为我们的台湾努力加值。20日当天共有88对新婚夫妻报名登记，县长徐正伟并在新人结婚证书上的证人栏位上签名，赠送每对新人好运不停幸福育手及助孕金产子，共同见证幸福时刻，也同时宣导花莲县府推动给新手爸妈的7大好运礼以及婚姻成长课程，期盼每对新人都能幸福长长久久。记者蒋邦彦、简安香报道。